阿南国小过去便所上过古老，所以学校都利用关乎教育处120万的经费来改建便所，将学校甲社区农业的特色放伫设计内面，打造一个属于阿南属性的便所。一流主题就是阿南国小我们的特色，就是龙凤式。那龙凤式对在云林，在全国算是非常少数的一个传统的义镇。那以这个为设计的主题，代表的就是那个传统艺术的传承还有创新。那二楼呢，女厕的部分呢，就是以开心农场作为主题，那也是配合我们县府呢那个农业首都的政策，那里面呢运用了大量的马赛克的拼贴，然后营造出一个非常温暖、比较具有田野气息的一个环境。安南国小校长表示，希望将教育的观念和便所的设计结合作伙，让每一个设计都有伊的意义。这个图画小白兔跟红萝卜，但是你会看到说这个有些不一样的，这个上面的叶子很大，但是萝卜却很小；这个叶子很小，萝卜却很大。这个要跟各位小朋友讲，这是有含义的，就是代表说不能只看外表，因为外表你叶子很大，但是那萝卜却很小。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便所一开放，也让民众跟学生都非常欢喜。校长哈，努力的付出跟指导之下，我觉得他把学校的厕所打造得很有特色，很有创意这样子。这个厕所结合了我们学校的特色龙凤狮，然后呢，而且非常的美观。我们学校的厕所以前本来很脏，可是借由那些功能叔叔的那个改造，然后呢变得非常美丽。因为便所上水，学生都唔敢使用。伫拼扫时，学生是特别认真维护便所的清洁。学校也表示非常欢迎社区民众甲游客来使用，共同体验这个6000级的便所。记者吴小平采访报道。